施主，你可能有点上火啊！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长得好面善呀！我靠，又是你这只苍蝇，你叫什么？叫你苍蝇。哎，我大徒弟孙悟空也经常这么叫我。不不不，这一定是在做梦。哎呀，说起做梦啊，我很有心得。我刚刚才穿梭过来，哎，我也经常梦到我的徒弟孙悟空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想我啊。月光宝盒是不是在你那儿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想要？拿来！行啊，不行啊，不可以给你。你别墨迹，赶紧拿来！谁呀？谁在那里？什么事？啊，有官兵。你是谁呀？他呀，我老爸。你老爸？对，他今天晚上想在这住一晚上啊。那他是从哪里来的？西域。西域？西域？怎么没听说过呀？你那么秃，你知道什么呀你？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外面不太太平，你们早点回房间休息吧。大哥说的是有道理，那咱们先走一步了啊。赶紧的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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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也早点休息啊。